正装啊，这是一款 M416 儿童软弹枪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件也是非常多的。那现在我们把它给装起来，战斧枪托，长度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，消音器，垂直握把，手电筒也可以进行开关，这个是红外线激光，红点玩吃鸡的朋友都懂，也是用的这种 EVA 软弹，是免伤害的，小朋友玩也是比较放心。最后上弹夹，打开电动开关就直接可以玩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打击的感觉也是非常流畅，也是比较均匀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营销不够五十块，绝对不应该是，做人不应该是这样。这人在江湖，总受一块花枕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很多朋友都非常羡慕电影里面那种无限突突突的感觉，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准备一条五米长的弹链，是不是很像一个鞭炮？快住！光它用的这个软弹就有这么大，然后我们再直接把它装到这个弹链里面。三个小伙伴弄了半天，终于全部都平了。一共有358，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巨型的小伙伴。这弹链当然要给它超帅气的加。乱七八糟。这是一款手自一体的家庭营，整体枪身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看，不用电池也可以用这种手动模式玩。这边呢有一个切换开关，这是电动模式下的枪房，使用的也是这种 EVA 的吸盘软弹，比较安全，而且可以重复使用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实际的设计效果，开火的时候这个枪管用力旋转，扳机扳指的插一下，空投箱开出的第二个宝贝，
这是跑酷的 MR4， 有一个比较长的枪管，也是带消音器，带一个可调节的八倍镜，带小支架，也是用的这种吸盘软弹，并且弹壳还是这种电镀材质，上弹夹的感觉超爽，手动拉栓的设计，这种跑酷的设计真的玩得很过瘾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喜欢跑酷的朋友不要错过哦。子弹呀、啊！不会玩吗？嗯，来，我教你怎么玩。哎，你教教我。特别好玩。嗯，咋玩？看见了没有？嗯，这是它的红外线。哇，还有红外线！哇塞！然后打开它的开关。哦，开关在这儿。啊，这就可以打了。让我试一下啊，走！哎，真打出来了。好玩吧？好玩。好玩吧？这好玩好玩。然后再打，走人就走人就走。